动，突击查寝，看看你们有没有违规熬夜。大人，我们都睡着了。睡没睡？让查寝大师小豆查一查就知道了。你这是？我们只出一族，都掉在竹丝上睡觉，很正常吧？的确只是正常的蛛丝，身上也没有可疑物品。你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发现我晚上熬夜的证据的。你这发型，最近流行这种刘海，你懂什么？艾泽，柜门和抽屉发现异常磨损，这个桌面凹陷也不对劲，首尾狐的刘海也。这个凹陷正好是额头的大小。原来如此，这些异常磨损和桌面凹陷都是因为九尾狐偷偷在宿舍搞音乐。没猜错的话，九尾狐的头上一定有红肿。这个声音，蜘蛛精利用七根粗细不一的直线蛛丝，把床的改造成了七仙古琴。蜘蛛精和九尾狐，大晚上不睡觉，搞乐队是吧？一起封印。蜈蚣看起来真的睡着了。看来是的，我们走吧。他们果然没有猜到，其实我把小说用荧光笔写在了床板上，只要来查寝就会开灯，只要开灯就绝对不会发现。蜈蚣姐姐，你失算了。